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呦，玉林哦 ，pose 摆几波，唔知去有导播加去。袂，因为你摆这个 pose 吼，水吗？都多真好，我今日要煮的迄个料理。啊，有像我这么赞的料理吗？有哦，59块要做一个蒜蓉炒虾，你有相信无？唔信。59块，你要做蒜泥虾就对了。哎呦，咱试看卖嘛。会不会很虾？不会啦。真的不会吗？进来看卖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加蒜头哈。蒜头。好，譬如讲，我今嘛加蒜头，安尼半杯。半杯。好，来。这是啥？烧酒。烧酒，对，海鲜一定爱烧酒妹妹。老师啊，小问题，像咱咧煮海鲜对无？这酒敢有啥物差别？就一般的米酒就 OK 吗？对，海鲜一般拢米酒、白酒都会使，就 OK。是，好，好来半杯酒，半杯蒜头，放落来，来，就这简单。啊，甲泡泡咧，今麦是要啉蒜头酒？无啦，嘿，那外口餐厅人拢用安怎？拢用蒜头甲水去泡。嘿，即话要切这个来掺烧酒，嘿，毋是足麻烦。对啊，咱就用烧酒当作水，甲泡落来，连伊掺一个动作就好啊。来，好来，你个看，哎呦，哦，蒜头烧酒泡，来，烧酒味，烧酒较无味啊，拢是蒜头的味。哎，规个综合啊。对对对。好，这个调味料咱就算完成了，好。好。即摆过来，咱看虾啊，安怎处理吼？嗯。来，首先哦，观众朋友，咱看，照我安尼做吼。好来。咱一块豆腐甲放个点的。嗯。好。嗯。咱叫一张纸巾。餐巾纸。哦。为什么你知无？因为咱叫纸巾吼，连伊咧切虾的时阵，观众朋友较袂骨啦。哦，较袂骨咯，系啊，你如果嘛湿无淡淡安尼吼，来咱注意看垫子，因为毕竟桌布较无清气嘛，嗯，啊，咱放个纸巾就较安心咯，嗯，来注意看，一摆这虾啊吼，刷紧抽好，对，一摆两尾，嗯，那我是一摆八尾啦，好，好，因为我手较大，安那观众朋友两尾都好才袂骗着手，慢慢来就对了，来你注意看刀啊吼，手看咧，这放个纸顶头吼，嘿，来，哇，整个打横切开，打横切开，嘿，有无？嘿。阿基说你较俭哦，啊，弄几尾食，你是安那要切开？我一尾变两尾啊，哦，对不？嘿，来来吼，水水水，来，今麦咱开始来做这个料理了。好，来，依林，再加刀，加做两刀脆脆，加做两刀就好啊。哎，你甲加脆脆不要紧，煎落去就对啊。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好，安尼好，对，安尼好，来，好来，切开。就甲加开。哎，咱再等会呢，这。再先泡水吗？你爱先浸毛卵啊，浸毛卵，好不好？啊，即摆料以后来豆油一点点啊，好花，好，一点点啊就好啊。小南一束啊，好好，过来一点点啊，不要紧，好，好，安尼好。来，让它颜色变一下，颜色变一下，因为豆油搅糖粉了，切出来真香啦。啊，你买家里面，加块皮皮，嘿，好来，啊，我即摆，啊，咱即摆先那先做糖粉啊，先做糖粉，糖粉要甲放喺盘底啊，铺在底下，铺在底下，啊，下面。切起来以后吼，伊这虾啊有内底有会汁，才会招当归吸收，对，互相帮忙，把那个味道保留着安尼。好，嗯，啊，今麦要来吼，好来，来，一尾对不？对，掰开，掰开。我讲这个姿势跟你头拄安尼有共，你搁比一摆啊？安尼讲，你开开啊，我无开咧。哦，你无开，啊，拄拄啊好就好啊。嘿，哦来，啊，咱今麦好无？嗯，拢拢安尼甲掰好开。哦，给它放成八字形的。对，放字形。明啊，嘿，准。啊对，我看一个金棒。对啊，啊，即摆扛落来，来大火车。安尼就搞定啦。安尼就搞定啊。等伊熟就会使食。三分钟就好势。三分钟，安尼就够啊。够啊吼。够啊。来，我即摆传。OK 啊吗 ？OK 啊，我传一口鼎，我倒差不多三汤匙啊油。嗯。爱香烧吼。嗯。来啊，观众朋友，咱注意看哦吼。哦。来。啊，先那块油，咱唔是好啊。当当当当。好香哦！是不是拢贵拢徛起来啊？阿基山，安怎？煮好才有生活呢，盖腰标安尼 pose 真多。好，来。啊，就好啊！你想那个控油啊？
好，我跟你讲什么原因吼？来，你即马这葱仔煮吼，要上落来对不？好，来上落来时阵吼，哦，那鱼仔咯好油。你看，这个蒜泥虾即马在水上芭蕾哇，姿势 pose 摆了真好安尼。好，哇，好香哦。来，即马婆婆一点点啊鱼仔个香哦，烧烧吼。来，跟那个男的，有小炒一下就好，唔好伤炒的。哇，水水水！啊，咱这边淋这油是啥物目的啊？淋这个油吼，头一项，咱下骹内底有糖分对不？嗯，加淡薄油，伊会更加骨脆。啊，我淡薄也较少少呢。第二项，咱拢淋在葱仔煮顶头嘛，吼。葱仔煮好，伊淋着油以后，伊会熟，熟水较清脆，香味会更加高，较无辛辣的味道。